你救邓大哥先。系，你揸住我啊！系，你救阿师傅。王姑娘，二哥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咩事。二弟，唔好讲咁多，你救两位大师。阿兵，你帮王姑娘，我去帮公子。有啲让我。 睇你仲系乖乖地跟我慕容山庄，呢次你唔会就甩噶啦。你唔好埋你啊！你再埋你，我用六脉神剑都仲未练成。喂，徒弟，啱啦。 你哋搞成咁啊！你仲好讲，一都系你，打得系走咗去。如果你三人联手啊，一嚟打人冇用服噶嘛。唉，我要救师傅啊嘛。咁而家你救到未啊？睇你今晚点同老大交代。 多谢慕容公子嘅解药，区区小事，又何须挂齿？多谢慕容公子帮你打走三大恶人。如果唔系，我哋真系凶多吉少。多谢慕容公子相救，一品堂系我哋嘅功敌，我只不过系尽咗本分，替武林除咗大害啫。各位，在下想喺度讲几句公道啲嘅说话。正话我哋所中嘅毒。 就系悲苏清风嘅毒，就系呢位慕容公子俾解药我哋，而且佢仲挺身出嚟帮我哋打走嗰三大恶人。由此可以见得呢位公子系一个仁义过人嘅大侠，绝对唔会系背后杀人同埋偷人秘笈嘅不义之徒。我希望各位唔好错怪好人。哼，你哋点知佢唔系假仁假义？ 佢故意做出嚟收买人心啫。如果慕容公子真系有做嘅，佢为乜嘢要帮我哋对付一品堂嘅人啊？郭大侠，如果你一口咬定我系凶手嘅，我亦都冇话好讲。不过呢件事迟早会水落石出嘅，到时公道自在人心。阿弥陀佛。
慕容公子舍命救人，大义可嘉。我谂，话唔定真系有人嫁祸俾佢。点解我哋唔查清楚先？何必因误会而结怨？好，元直大师既咁讲，我暂时就唔追究。不过慕容复，呢件事当我未查明之前，我唔会就咁算数嘅。系啊，呢件事我哋真要查清楚啦，一日之内一定要追究嘅。冇事嘅，好嘅，系嘛？各位，我身为武林中人，亦都有义务同你哋追查真凶，去洗脱呢段不白之冤。至于你哋遗失咗武功秘笈嘅事，我亦都会同你侦查线索，为你哋尽一点力。如果有结果嘅，自然会通知你哋。慕容公子能够仗义帮忙，在下只有代表丐帮讲一声多谢。江湖上嘅事，亦即系我嘅事，全帮主。慕容公子，既然呢件事已经解决咗，贫僧等就先行告退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请。慕容公子，我哋都告退啦。慕容公子，请啊。帮主，帮主。慕容公子，告辞。请，请，请。慕容公子，后会有期。表哥。少爷，和姑娘离开万堂山庄都是想找你的。是咩？表哥。阿碧。少爷。刚才同你一起的位公子是谁？他姓段，叫段誉。邓大哥，公爷二哥。公子，我哋翻去慕容山庄。系。表妹，我哋起程。我离开咗慕容山庄咁耐，呢度打理得几好啊！真系多谢你同阿朱啦。少爷，呢啲系我哋份内嘅工作，使乜讲多谢咧？系咧，点解唔见咗阿朱嘅？啊，朱姐姐佢系咁嘅，我听到话你上咗少林寺，咁我哋咪上去揾你咯。但系去到又唔见你，咁阿朱话嗰班和尚对我哋冇礼貌喎，咁佢咪乔装入去少林寺偷译根经咯。他叫我們回來先。真是大膽，知不知道少林寺是什麼地方？如果萬一被人捉了，姑蘇慕容的聲名就被他毀於一旦。阿朱姐姐她聰明機智，形容上這麼好，我想她也不會有事的。是羅表哥，如果阿朱真的有事的話，袁生和袁直兩位大師都不會幫你說好說話了。易筋经是少林内功之宝，如果朱姐姐拿到手的话，一定对少爷武功有很大帮助的。李表妹，我想舅母是不欢喜你跟我一起，你都要回去万陀山庄吧。我不回去，我咁辛苦才偷出来想见下你而已。如果我现在回去，娘亲一定不会让我再离开万陀山庄的。为什么呢？少爷，你有所不知噶啦，
王夫人一向都唔准陌生男人去曼台山庄嘅，偏偏我哋又带咗段公子入去。段公子，呢寻日同我哋一齐去澄清大会个后生仔咧，又系佢，佢对你都几好。佢对我好好噶，不过点都唔够表哥对我好。无论边个对我点，我都系唔会理嘅。只要表哥你对我好，我就会好开心。我睇你都系翻去曼陀山庄吧？点解啫？因为你就咁走咗出嚟，舅母一定会好嬲嘅。如果佢知道你喺我依一度嘅，一定会迁怒于我。我唔想我同你嘅关系越搞越差。我唔翻去咧，如果唔系娘亲一定会打死我都有份噶。佢系你嘅娘亲嚟，点会打你？如果佢唔俾我离开曼陀山庄，咁我咪以后都见你唔到咯。呢一件事我会向佢解释噶啦。如果你喺度住嘅，佢迟早都会揾上嚟，咁咪仲加麻烦。我唔敢翻去咧，我怕见到娘亲。怕咪喺度住下先咯。原来是大师藏书阁的书，你看过晒咧？慕容世家藏书何止千卷，凭真一日之间又怎可以看晒？这位就是讨饭阁的阁师，亦都是先父的朋友。你两个快啲嚟见过大师。不必客气，公子。呢，佢话嚟揾老爷，我谂佢多数都唔系好人嚟噶。佢话要喺老爷坟前生只段公子，又虾我同阿朱姐姐咯。如果唔系佢，我哋都唔使匿去曼陀山庄，亦都唔使得罪王夫人啦。多事佢，呢啲只不过系一啲误会啫。当日如果唔系你两位侍婢扮鬼扮马戏弄贫僧，贫僧远来侍客，又点会咁失礼而多多冒犯啊？是不是有这样的事？阿朱姐姐说他们来慕容山庄多数是寻仇，再不是就是想汤武功比级，所以叫我夹埋他来试试他们嘛。怎知他这么没礼貌。首先快点向大师请罪。是奴婢对当日大师有不敬之处，请大师原谅。不知者不罪。李大师，你今日嚟有咩事？我只不过啱经过走廊，听见王姑娘嚟咗，所以大家出嚟见个面，解释一下当日嘅误会啫。哦，原来系咁样嘅。贫僧唯一嘅心愿就系得到六脉神剑嘅剑法，嚟拜祭灵尊在天之灵，故此追寻段公子嚟到慕容山庄。但系段誉而家都唔知去咗边。贫僧肯定，佢一定仲喺附近。点解你有咁嘅谂法咧？因为王姑娘喺度，王姑娘一日仲喺慕容山庄，段公子一定会出现嘅。我同佢只不过萍水相逢啫，系佢自己一厢情愿啫嘛。我宁愿留喺慕容山庄陪表哥咯。你哋放心。王夫人知道贫僧喺度，佢一定唔敢嚟带你走嘅。表哥，你又喺度谂复国嘅事？我要呢一幅地图上面写住大燕，到时调。西夏、韬范、大理同埋吕真都要臣服于我大燕。表哥，你何必逼自己孭咁重嘅包袱呢？点解你要咁讲？同你用慕容家族，永远都降服大宋，做大宋嘅奴隶。表哥，我唔系咁嘅意思，只不过
只不过你势孤力弱，点可以同大宋作对呢？大丈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我嘅祖先创下轰轰烈烈嘅基业，我爹将所有嘅希望都寄喺我身上，我要轻覆大燕，我嘅决心不成功变成人。表哥，你唔好咁讲啦。如果你真系有咩不测，咁我。你唔赞成我咁做？唔系，你知道我不嬲听你嘅说话噶啦。我读咗咁多武功嘅秘笈，都系为咗你啫嘛。你咁做就罪。表哥啊，我又睇咗几本秘笈啫，有屠龙帮嘅青龙刀法、太极门嘅五行八卦棍、白水派嘅连环十三掌，同埋浮云派嘅飘云内功心法，我读一次俾你听。唔使，呢都系好平凡嘅武功，识与唔识对我冇咩分别。我而家要知道嘅就系独木神剑，我识咗就可以天下无敌。鸠摩智咪话六脉神剑个剑谱已经烧咗嘅，表哥，唔通你想逼阿段公子写出剑谱？如果唔系咁做，有咩其他嘅方法可以得到六脉神剑？我哋唔可以咁样对待段公子噶。点解唔可以啊？你中意咗佢？怎会呢？不过段公子曾经救过我，就因为这样你喜欢了他，是吗？表哥，我对你是怎样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跟他在太湖旁边的磨坊那里鬼鬼祟祟，跟母亲一样。我们没有做过什么，我可以一刀就杀咗佢，但你教佢点样对付我？你个心中意边个？唔需要再问。唔通嗰个蒙面嘅西夏武士系？冇错，嗰个假扮西夏武士李延宗嘅人就系我。唔怪之得啦，我一早就怀疑。你曾经讲过一句说话，你说如果我是中原的皇帝，那句是你平时的口吻，我应该一早就想到。你现在知道都未迟。表哥，当时我中了西夏人的毒，都是多谢段公子救我啫。我哋点解你要鬼鬼祟祟，仲咁亲热添？当时我中了毒，成身都软晒，所以佢先至扶我啫。你记唔记得你讲过啲乜嘢？你话只要你指点段誉，喺三年之内打败我就易如反掌。你仲话过，如果我杀咗段誉，你就会杀翻我嚟替佢报仇。你对佢情深意重，表哥。当时我都不知道那个李延宗就是你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这样说了。就算我戴了人皮面具，你认不出我的样子，听不出我的声音，但是你的武学的认识那么深，哪一个人出哪一招你马上就认得出。我跟他打了几十个回合，你没理由认不出来过。我是有点怀疑，不过我哋咁耐冇见，我都唔知道你嘅武功而家系点。我嘅武功，正如你所讲嘅，剑奴之技，远远都唔及得你。表哥，当时我以为你系西夏一品堂嘅人，我先至咁讲啫。你千祈唔好放喺心里面啊！
你平时所讲嘅嘢，我都冇咁逆过你嘅。表哥，你原谅我一次啦，以后你讲嘅说话，我都会听噶啦。我信你，我应承过点苍派、华山派同埋昆仑派，将佢哋失去咗嘅武功秘笈抄一份俾佢哋。你可唔可以代我抄？咁你即系原谅我啦喎。段誉啊段誉，点解你咁傻？人哋根本就冇中意过你，你又何必自作多情？多情自古空余恨，点解上天偏偏要折磨我呢？论相貌，论武功，我又点及得慕容公子？段誉，你仲系死咗条心，你呢一世都冇机会噶啦。佢点啊？佢身体虚弱啲啫，冇事嘅。王姑娘，施主，你见点啊？呢度系咩地方？呢度系白马寺啊！我点会喺度？你晕咗喺我哋寺院门外，我将你救咗入嚟。王姑娘咧？诶，边位王姑娘啊？阿碧姑娘咧？我哋冇见到其他人噃。王姑娘。你见翻你表哥，仲会唔会记得我？我知我痴心妄想，我冇谂过要得到你，我只系希望你好记住我。你。看來這位事主真是有病，我跟他把過脈，一切正常，不止有病，他患的是相思病。姚小姐，乜你仲抄緊啊？你已经抄了三个时辰噶啦，我想帮表哥快啲抄起佢嘛。系啫，咁你都要休息下噶，唔通你唔攰嘅咩？帮表哥做咁少嘅事，点会觉得攰啫？咁你饮杯心茶休息下先。唔该，碧。唔使。表小姐啊，不如我帮你抄咁啲啊，多个人抄，快啲抄起，咁你就唔使咁辛苦啦。唔使麻烦你啦，我惊表哥知道唔高兴，而且都唔系好辛苦啫。啊，唔知点解，我觉得同表哥做嘢会特别开心嘅啫，尤其是做完嗰阵啊，我会觉得好满足噶。有时我真好羡慕你同阿朱。我哋有咩咁值得表小姐你羡慕啊？你时时都可以服侍表哥，又可以同佢倾偈，又可以同佢做嘢咯。而我就成日都俾娘亲困住喺曼陀山庄，好难接见到表哥一次面噶。见得多又点啊？表小姐对我哋虽然好，但我哋只不过系服侍佢嘅婢女，佢根本就唔会放喺心里面。表小姐你就唔同咧。
表示人时时都挂住你，仲喺我哋面前睇你噶。佢睇我乜嘢？佢话表小姐你聪明伶俐，记性又好，对武学典籍过目不忘。佢仲话如果你练武嘅，成就一定可能比佢更高喎。其实我学咁多武学嘅典籍，都系为咗佢啫嘛。我根本都唔中意武功嘅。既然表哥中意练武，我都想帮到佢。可惜我资质愚蠢，想帮佢都帮唔到。少爷，表哥，抄成点啊？华山派九十九路清商剑法已经抄得七七八八噶啦，我谂再抄得两个时辰就可以抄好噶啦。昆仑派嘅地堂腿同埋乾坤指，点苍派嘅七油掌，就要过多两日才可以抄好。少爷，表小姐已经一直咁抄咗三个时辰噶啦。如果你系攰嘅，你休息下先。唔攰，一啲都唔攰。连气抄咗咁多个时辰，我就唔信你唔攰啦。少爷，你快啲叫表小姐休息下啦。如果你唔叫佢休息嘅，我相信佢抄到天光都迟啦。你都系唔好抄啦。横掂我都唔系讲得咁紧要。我想快啲抄好，了然心事啊嘛。表小姐啊，你仲系顾住身子要紧啊，万一病咗嘅时候，仲差唔到添啦。表哥啊，不如我弹琴俾你听啊。好啊，我好耐冇听表小姐你弹琴啦，可惜朱姐姐又唔喺度，佢最中意听你弹琴噶啦。如果佢喺度啊，一定要你教佢添啫。阿朱弹得咁好，使乜我教佢啫？尽我生命来换你的爱，从此生都不改。
我唱成点啊？唱得好，不过头嗰句嘅歌词要改一改。点改啊？为你生，为你死，应该改为为国生，为国死。未怕苦日全不悔，我此生甘愿情尽每点血。除咗过，仲有家噶。如果冇国，又焉能有家呢？唔通连一点儿女之情都冇？只有一般人先至会喺儿女私情嗰度打转。大丈夫应该立大志，干大事。如果你呢个志愿系好渺茫嘅呢？敦煌古往出神将，感得诸凡摇阴阳，孝节望龙庭，论台早有名，只恨隔凡步，情很难申吐。早晚灭浪凡，一齐拜圣颜。姑娘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，我要找人。事主，你的病还没好得翻晒，主持说你还要多些休息。快点告诉主持听，我要先走，迟下再回来多谢他。哎，事主，
你哋翻出去先啦。段事主，点解你不辞而别呢？你嘅病仲未好翻噶，仲系留低喺树休养多几日先啦。主持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只系担心一个朋友嘅安危。系咪嗰个黄姑娘啊？你点知？事主成日叫住佢个名，我谂佢梗系你嘅好朋友啦。如果佢当我系佢嘅好朋友，就好。段公子有何苦呢？达摩祖师话过：众生无我，苦乐随缘，缘分嘅嘢有时系唔可以强求嘅。大师，我想问下你，如果你见到一样嘢系你喜欢嘅，你会唔会想亲近佢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当你明白到世间上一切嘅事物都唔系永恒嘅时候，你就唔会咁执着噶啦。六祖有云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但系我自问难以驱除尘世嘅七尘。一切外欲都是痛苦的根源，有爱必有恨，有乐必有苦，得失本难料。我虽然从未得过，但是已经有失落的痛苦。得失是苦，强求亦是苦。如果你不執着，唔奢望，唔幻想，你就唔会有痛苦噶啦。大师嘅意思系要我放弃我所爱嘅嘢。达摩祖师话过：得失随缘，心无增减。即系话一切嘅得失都唔好睇得咁重。得失。心无增减，只可惜我系个凡人，冇办法达到呢种境界。女儿意英雄痴，吐尽恩义情深几许？采爱约怎半痴，心中也留多少罪？女若知。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。献尽爱，点是爱？风中化成唏嘘句，笑莫笑。